我看啊，有好大一片蒲公英啊，要是能完整摘下来送给我娘，她一定很喜欢。交给我了。哎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那花一碰就散，还是算了吧。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一定办到。等我啊。 躲起来了，玲珑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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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大，他们已经发现咱们这车轱辘。哎呀，这车终于算修好了。东哥，我不是每次都提醒你吗？出门之前得多检查几次车的吗？哎，这不是你让我……哎哎，算了算了啊，这次我不怪你，下次你给我注意点啊。嗯。 既然车已经修好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启程了？启程，马上启程！兄弟们，准备一下，启程，启程！啊，收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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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你又干嘛？送给你，我全身衣服都湿透了，我不想把湿气传给你，怕你着凉。待我换身干净衣服，再同娘子一车。你。